你每天在家里在干嘛呀？我给你讲一下啊，起床，然后做早餐，然后看团购，然后做了早餐，然后做卫生，又看团购，然后看完团购就又开始做中午饭的。哎，有一点空余的时间，我就还有自己的爱好啊，我就在阳台上面打理一下我的花花草草呀，然后还有那个，打王者。这个太时尚了吧，这个我妈与时俱进呢，大姐玩的怎么样？青铜还是王者呀？钻石了，我是她，我俩女儿中的最高的级别了。这太厉害了。跟我老公谈朋友的时候，我老公去我家里玩，然后老公要走的时候，我妈说等一下先开一局然后走。就是玩这个网络游戏啊，我一般都不怎么玩，我觉得浪费时间。主要其实最重要的是不会玩，你就会不会玩，也没有人带我玩这个东西。哎，亮亮，没事的，以后找姐、姐带着你玩，姐带你飞。姐，就是咱疫情过了，咱还是出去锻炼锻炼身体吧。我的爸爸就每天早上打一下太极，锻炼一下自己的身体。哦，太极很厉害吗？是那种很厉害的那种吗？我爸练了有一段时间了吧。可不可以让叔叔教我几招？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哪一段？八段锦。八段锦吧。对。啊，我跟着学一学。来来。这样。这个是八段锦里的叫回首掏，不是回首掏，是那个攒拳度木增气力，就是你像回首掏。哎，你这么说你爸蛮像回首掏的。好，真棒真棒。我说吴大哥啊，我说您真打起八段锦的时候啊，稳如泰山，仿佛一切尽在掌握，在自己的鼓掌之间。过奖了过奖了过奖了。